要打车过来，不能走太累了。这万一堵了呢？你这打车费你多少钱？你怎么这样抠啊你？哎，你俩干嘛去啊？你们约会也不用逼着我们吧？出去。喂，洋洋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怕桃子被俩人带走了去？行了，我是给你们俩艺考生点空间，以后你们要是成了明星，可没机会一起走在街上了。那可不一定，没准我跟他成荧幕情侣了呢。不，谁跟你成荧幕情侣？哎，我发誓啊，这辈子我宁可单身一辈子，我也不跟你做情侣，不跟你搭伴。再见，严玉静。哎，你这人，我还嫌弃你呢，你皮猴。你别跟着我，你哎，洋洋，你帮我拦着他。走过来的路线都记清楚了吧？啊，记清楚没啊？记清楚了。林老师，后边，赶紧跑，快点，都跟上了。你们这一波啊，用了35分钟左右，都是住在书香雅苑的，对吧？今天呢，让你们从书香雅苑到学校来，主要目的啊，就是让你们熟悉一下这个路线。从书香雅苑呢到学校呢，虽然离得近，但是高考那天肯定有很多车。我个人建议啊，走路你们也给我备出两条路线来，啊，原地休息休息吧。等一会儿，我看还有别的同学没回来呢。大熊，你在那嬉皮笑脸的你，到那天你要来不了，你看你怎么办？你也辛苦。我不是让你开车吗？你怎么跑过来的？气喘吁吁的。校门口交通管制，我把车停停车场那跑过来的。哦，不是你开车需要多久呀？不塞车8分钟，要塞车的话就说不定了啊，那估计得40分钟往上了。那还是走着快哦。嗯。我觉得不行，还是得多找点路线，哪怕再多找出一条路线呢，对吧？也有一个备选呀。我找着。啊？你看啊，这条路线我觉得畅通无阻。哦，这是你，嗯，找的一条新的。哎呦，哦，这条路也可以啊。回头给同学们建议一下啊。但是我觉得以防万一啊，我回头再多跑两条，啊，不能耽误大家考试。哎，潘老师，要不你喝口水，辛苦了。我辛苦。哎，你喝我的。谢谢。哎，那个同学们别在那晒着了，找阴处就避一避吧啊。